敢不知道我用家己的亲生妈妈的心情有多矛盾？明明知影你做遐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我应该要分离，啊，不过我心内就是有一个声音叫我袂当安尼做。我恨你恨袂落去，佫无得原谅你，所以我就责备你啊。我讲我唔是恁后生，我甲你无共命。啊，不过我身躯顶落的是你的血，是袂安怎徛无共命。看你倒伫个遮，我心内嘛是唔甘，嘛是替你着急。不对，海燕，海燕就代表。会不会感情啊？我不爱你，我唔知影要安怎爱你。我敢那希望你别个逼我分离啊！这名女人，一定赶紧醒过来。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无？你清醒啊！我拄才做一个吃青的梦。我梦到我伫个黑暗当中，唔知影是生还是死。我唔知影我会当行去倒。接落来，我听到你的声，我为你声音方向行开去，我就去。也真好，我替你叫医生。等下，先莫离开。我伫个梦中，我听到你讲你不敢，我听到你讲，莫让你这么着急，我听到你讲。的情绪，我敢那想的问讲，我听到的，敢是真实的？当然嘛是假的啊！我拄则坐伫遐，什么拢无讲，那是你喊面。那真正是你喊面。找把口人啊！少将，我来替你去接把水。我的把水不是为你留的，我是摕给我妈。敢是要讲话刺激我？我靠有啊！我讲是真实的啊，啊，不过你当精神总算是好代志啊。你一定知影，你甲阮妈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对无？你不是真怨我，你来我好死，你是另外面头吃，少吃一个人我，你怨我吧，你卖吃我的麻烦，都给我。阮妈若是要对你去下动手，根本就毋是你的对手，伊无可能举刀甲你赌。我讲你对无？即摆杜淳甲阿洪讲，阮妈要杀你，因诬赖阮妈是杀人凶手。
这一定是你的诡计啊！所以你袂当让因达成目的，我敢唔当拜托你出面证明我妈的清白，莫让我妈受着烦恼。我无必要安尼走。是安怎？你会当去问你妈？你敢会当忍两晚，还忍两晚就好啊！你无应该目睭金金看阮妈，让伊对狗男女无赖。还是讲，你搁要甲伊对狗男女斗三工，来伤害我？客人怪人不是你，我是要伤害你啥？搁再讲，高云雀过去对我所做的伤害，我讨伊的命都还好尔。伊即卖予人怪是便宜伊啊！我若无你讲，你要我安怎做？你才愿意斗三工？原本你啥物拢唔免做，也毋过即卖，你做啥物拢无好。你若是歹甲阮妈斗相共，我会搁较忘恩你哦。你爱考虑清楚。那是你的选择，也毋过你袂孤单，你痛苦，我爱陪你。学生讲你把沙包拍破，你阮两个人也是无遐无紧啊。我忘恩你了，是我家己啊。我近年一直拢无发现，曹峰进前咧找我，我要偷我手头的股份，是拄出阮伫背后咧塞人。我搁戆戆，曹峰看你安尼酷酷行。是的啦，这件代志是因为我的原因，才会造成今仔日的结果。也毋过我做会过，所以由你来担。啊，毋过你即摆已经来忏悔啊！曹凤到今嘛，搁离我甲伊的婚姻，还继续逼我呢。你无需要因为别人，互家己受折磨。你应该想办法，把你失去的物件找倒转来。对付杜成，还有曹凤迄款人，一定爱互因重重的打击。莫看压力叠加，互家己受委屈，互家己受伤。你即卖心情，我会当体会。你选择的方式，是我过去行过的路。嗯，多谢。嘛是因为你的温情，让我感受到，让我知影，家己一个人屈在这受伤，会让你要紧的人为你不甘。就亲像在病院的时阵啊，迄个时阵我昏迷不醒，嘛是因为你。你的眼泪把我救回来啊！你不要紧，我不要紧啊。啊，不过病院无顾虑到阿妈。我若是无顾虑着阿妈的感受哦，因两个拢已经不知影死偌济届啊！
对付因两个笨手，安尼就害因死，太过便宜啊！一定要害因生不如死，害因感受到原来求死嘛是一款福气。是卖插手啊！今仔代志我来解决就好啊。小姐，我一世人无为你做过啥，假使若是一定想出来绑着花，我希望迄个人是我。我干那希望你的人生会当过得较单纯、较幸福，安尼我就满足啊。我知影是有对我好啦，啊，不过我是希望这个代志我来解决。你放心啦，我袂讲甲曹凤正面去冲突。啊，既然曹凤像种贪食蛇共款，啥物拢要食，我得让伊全部吐出来。好，那呢？咱去领两杯啊！